现在我来到的地方是澎湖的七美，不要怀疑，这里是七美，蛮热闹的，有小七，有 seven， 也有全家。游览车，你看游览车这么多台。观光客蛮多的，这里是七美，看看人这么多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，这么多人。这里是澎湖的七美，不可思议，这是澎湖，印象中好像是一个荒野的小岛，七美岛，怎么有这么多人？不要怀疑，这一大堆人在这边是排队要上厕所。哇，好多人！来，咱呢个水电工会吼，即摆白沙人士吼，来，咱直接上车吼，第一站三分钟到伊遐个白沙吼，来，第一排车牌号码一二一吼，来，水电工会，咱个车牌号码一二一吼。哇，好多人。连男生上厕所都要排队，这是第一次看到，哎，通常是女生要排队，连男生上厕所都要排队。